新接的来，电话打大讲。这边干啥事啊？是，有话好好讲啊！唔通一时的冲动做出后悔的代志。安卓，老狗并不是新把戏，郭启明用计较来对付我。是我，是妈逼给你催眠的啦！你都叫讲啥？我讲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这一切都是妈的主意。你等去！我看你，你这变成个恶毒查某人，我一声音，让你毁掉。你竟然搁遐边！哥，你是我吗？我是郭启良，我是一定够大的后生，我是救阿兄，我不是指点江山，我是郭启良，我是郭启良，你去辛苦点，踏踏实实，老的是你赚我你的血，拢是乌的。都是有毒的，我阿爹只好，你才会死得这么冤枉。朱国祥，高志宏死了，你没有给啊！伊都无你支持，你敢对我开枪？我只只无叫伊都对你开枪啦！你是我上该发条件，才我才安尼对待你。你只我答应你去，我答应，我要好好过你日子啦，我要过你小孩子啦。你的小弟也是，还拢是意外。我就要爱你马上甲我讲，高天要黑咯，安老婆你卖怪我。我对你手下留情。我真正什么都不知，我都不知，都不知啊！你哪会不知啊？钟华丽，你唔肯讲拢是话吼？不要紧，安尼就注定啊，你也不要好死啊！你别乱来！我来这做什么意外？你别当袂规划着个，这才啊！你你着无法度替你阿弟啊照顾伊个母仔啊！不要紧，我是替天行道。钟华丽，准备好未？我就要开始让你体会，我不记得受性侵的痛苦。郑华丽，我问你最后一遍，天佑人呢？你死啊！你死啊！不管怎讲，
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今麦竟然想要稳装修补，你要想着报应。报应？了解，我看你能想到报应，安尼就好啊。郑华丽，彭特助，今麦就是恁两个这对高男女上好结局。我先想要打击啊！在欠一笔人命的时阵，有一台车汹汹弄落伊面搭内底。迄台车想要弄欠钱，做动伊动手，后来就引起面搭的家属气爆，阁刷落来，恁就伫遮。我会记的。有一台车汹汹对阮弄过来呢。尤其，你是啥物时阵来遮的？先说所有的过程你拢知影。敢讲开车弄阮的人是你？是啊。就是我，你真正比我想的更加恶毒，更加自私。奇怪呢，啊，恁大人不是常在讲，孩子不要你比我强，所以我真打拼，一直做模样啊，只不过是青出于蓝而已。啊！若不是可要拖到当时啦，唔紧动手。搁伫遐看，赶紧的啦！紧的啦，你拖拖刷刷紧的。哎塞了，好，我入去。伊定知影阮爸伫倒，我要入去问好清楚。应该是够快啦，要走来才找高志宏。恁到底甲高志宏安那？你放心啦，伊有一边的人会处理好事。志昌，我甲尤其出去应付够快啦。家头拜托你。好啦，你放心，十分钟内，莫有人叫了我就行个。阮现在即马受伤昏迷不醒，伤势阁无起呢，互伊休困一下用个无？而且恁做莫名其妙的呢，一个啊一个厝内底哪有啥物人无去，拢扫对阮的头壳顶来。阮正当是啥呐？阮是黑洞，任何一个人只要我经过，就互阮吸入去另外一个时空。到即摆搁咧拍骂俩，我看这对母仔囝有讲话哦，无一句会好讲的，莫插伊滴在里啦。安怎？想要入去？好啊，甲我撒开。莫伫我面头前电脑换。我就是电脑换，
安怎？你敢拍我？真好，我阁告你一条伤害罪啦！别搞去搞，我给你告一个较有诶。干那，你会晓拍人啊？爱有来有往，唔则讲。尤其，放开，唔免讲咩。今仔日，我就是要甲你咬死，恁就要搁几条，我好卖。我咧讲恁遮袂紧张的啊，我有水准啊。阮翁甲恁翁做伙出去，今仔恁翁受伤住伫个病院，啊，毋过阮翁煞失踪，我无问伊，我要问啥？你毋敢和我问，这真正足奇怪。好奇怪，啊，两个人就算讲真正有做伙好，代志讲煞，敢会分开哦？搁再讲，两个是查甫人，大人大将啊，两将啊，要创啊？那恁就往当面问个清楚啊！你是咧惊啥？恁两要甲阮做同，就是有鬼啦！就是啊，是安怎社长会甲恁做伙拄着气爆？有人讲现场有听到冤家的声音，一定是社长抓到恁的枕头，恁才会起冲突啦！你嘛较歹听，好无？啊对啦，冤家啦，冤家啦！我是咧冤讲哦，到底是食阳春面好，还是食牛肉面好啊？拜托嘞，这还有需要讲出来给你听啊？啊，搁有啦，阮哦运气歹，拄着瓦斯气爆。啊你，恁即摆是头壳安怎啊？竟然会当安尼乌白想啊？这一个瓦斯气爆，当互你想甲安尼阴谋论去哦？你莫掠准，什么代志大家拢唔知影。其实，代志发生之前，小军都有拄着欠钱。伊讲欠钱足激动的，敢若要去找谁拼命共款。无外久，都发生气爆，这绝对唔是卡下。欠钱催眠好势未？其实你有反恐啊。我是昏迷多久啊？怎么你个彭启昌是死还是活？我刚才因为气爆造成我暂时耳鸣，我还想过彭启昌对我催眠。怎么你不是我好运？是你拆迁改牌，我将着去找你，可能应该算数算个清楚。啊，对，我明天重播。天有个张子祥要找着人，老总裁意外，马上要厘清真相。这个代志绝对跟郑华你有关系。怕是要认罪，但系即马我着将计就计，互因认为我互因成功催眠，我着机会接近伊，找出真相啊！我当然记过即了，你是志宏阿兄，死真侪年啊！正因志宏佫因为我一寡动作佮行为，误会我是过即了，后来阮去验 DNA 证明我毋是啊，柯书记。你是安怎一直讲这件不是事实的代志？因为你真正变甲足奇怪。奇怪的人应该是你啊！拄仔秀莲讲你会有记忆啊？既然你有想起过去的代志，你哪有过迄面讲来过治疗？欠钱。你卖两尊讲，你即马改头换面，但要甲过去，你安怎伤害国政的代志放袂记？迄拢是过去的代志，小军嘛已经忏悔啊，我嘛真努力啊，想要为过去的悲伤中走出来，所以选择放手。志田监事，我今麦问你，你愿意相信啥？我当然相信阮丈母江太太。对啊，是嘞，今麦。可能暂时甲你分别，暂时有所在通开业，
车里还有一段时间，阿兄一定替你报仇。